秦庄在 Brisbane 开了第三家分行啦，这是他们与鼎乐团联合首创全新阁楼音乐酒吧。这里的 live band 表演除了有歌手，还有 bass guitarist、lead guitarist、keyboardist 和鼓手，现场的节奏绝对能让你双手摆空中。鼎乐团的实力与魅力真的是100分，有那么高水准的现场 live band 听，当然要来杯 cocktail 才够过瘾。不懂要喝什么的朋友呢，可以 order 经典款 Long Island Tea 和 Sex on the Beach， 口感比较大众化，被接受的程度也比较大。 Cocktails 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两种， Margarita 的口感有苦有酸有咸，绝对能够刺激你的味蕾。另外一个 Singapore Sling 据说在这里是蛮受欢迎，还有一杯 Black Russian 也是蛮不错。调酒师所调配出来的 Cocktails 都很顺喉，除了 Cocktails 之外，他们还有啤酒、烧酒等给你选。喝了酒就要来一点小吃填一填肚子，他们有日式和中式烧烤，高达55种食材，一定有一款合你心意。他们肉串的肉质特别鲜嫩，虾子也是超级大只，重点是每一款都烤到很入味，保证能够让你吃到很美味。不只有肉类选择，你也有的 order 蔬菜类，是手揪你的 kaki 来 enjoy 一下啦。